老年嚟报社抄家，明知会引起大众舆论压力，都笑做。背后一定有一石更加大嘅窿。咁讲法，即系林慧思同廉署嗰单嘢同你哋有关啦。会知道啲乜嘢啊？大家好明显，佢同林慧思两个一定有一个讲法。我唔讲佢会啱我。咁我哋继续查，阿林慧思同长兄点解会有拉楞？